型的。哇哦，这间很硬耶！但好，反正离市区又很近，下去就到石牌商城了，很棒啊！你要找这间，平常我们都要到山上阳明山养得大的照，这间不用，一路走下去就到了。没有。Hello, everybody！ 我是元喜团队的小编阿恒，因为我们自己呢是仲介业者嘛，仲介业者就是有分直营体系跟加盟体系，加盟体系它后面其实都是独立的老板，那我们是元喜团队嘛，中信房屋的加盟店，我们目前有两间店，天母蓝雅加盟店跟仁爱敦南加盟店。那每一个团队呢，在教育上啊、文化上啊、理念上注重的氛围呢，也有些微的不同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了元喜的一天 ，Go Go！ 别丢吧！你有丢在消冻会里面吗？大家早安。缺工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二店在装修的时候，那个木工讲你要赶十二月初，没有办法，为什么？他们一组人满八个确诊，你要怎么赶？一个财经的 YT， 钱放在户头里多了，你会慢慢的不敢花，不敢花，不敢花，不敢投资，最后被通膨全部吃掉。地产最重视的部分呢，就是它的 location， 去看说，到底它的每一个格局是多少？这边不给我写13分钟。或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优势的地方。这个案子我就上架很久，以后就打给我。我选自己好。我们公司除了有帮我们做五九一，也有乐屋网，那我们自己也要再加强我们自己的五九一，甚至我们去派报，杀出一条我们自己宽广的路，我们就要做跟人家不同的事情。安俊。它的景观非常的好，它这个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它目前它的全幢坪数是只有一二楼，但是它现况的话是有三四楼。透过新村哈，我在石牌商城，就是蛋黄中的蛋黄了啊，13。是谁介绍的？这个谁介绍？谁介绍的？元喜好朋友最新力作，大汉的发型。运气很好，遇到康小健了，我人生不一样。泸州的三房车，现在那边的两房跟套房都有到六字头，这个开价开54万，我很希望跟大家合作成交，但是我已经先刊登广告自己了。謝謝你的安全帽嘞？放车上吗？太响了。哇，很帅嘞！你这件是新的、喔？哇哇哇，好帅哦、喔！哇哦哇哦。快点，我要迟到了。我们今天要去看三间房子，这里很 A 啊，很 A 啊，可以买啊。哦，管线都清好。哦，不确定要签了。我是改客厅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什么都可以啊。你是天母帅哥哎。我认真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他的客厅。啊，你刚刚不是说你知道路？他知道路，他也知道 Google 啊。假天母的，假天母。三场可以开发的吗？三场可以。修理车吗？哇！你有水无？有。要开价无？这间案子给博远。狮子，我被下斡旋无？漂亮，要用诚意来讲。哇哦，这间很硬耶！但好，反正离市区又很近，下去就到石牌商城了，很棒啊！你要找这间，平常我们都要到山上阳明山养得大的照，这间不用，一路走下去就到了。没有。哇，龙哥的徒子徒孙。你要去吃面？你要去吃面吗？我没有带钱哎。不行，那你回去吧。啊，你借我。丽华高扎米，噔噔噔。这个人刚刚还说要买什么红茶给你，然后没有带钱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带钱。哇，武大今天哇，好帅呀，好帅呀。我到
到底有没有带钱？我要小麻粗面，不加味精。谢谢吴大请我吃饭。谢谢又大请我吃饭。我跟秉仪兄弟的。谢谢秉仪学长。太辣了。因为燕炉这是大碗，小就很多人。沈组长，沈副理就好，什么沈组长？沈副理，哎，你是在那个信任带来新幸福，还是诚实防重？信任带来新幸福。当时其实我原本是做保险，做一样做业务嘛。对。那自己那时候想说，想要时间弹性一点的业务，那二来也是可以接触到比较不一样的客户啦。时间的弹性这个事情啊，自己的时间在作业上可以更多。其实做业务一样都是要创造资源，其实出来创新当然相对更辛苦一些，但是呢，更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推推出来。对，因为其实业务到最后也还是在卖自己的品牌。其实我今年做的跟前两年做的业绩差不多，但是佣金不同，进来就知道。跳趴奖金，蔡老板放这边，救命！团队上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经验的，互相补位，互相 cover。那其实今天大家来，就是主要就是有赚得到钱，工作也开心，事业爱情两得意。你的爱情得意吗？不要问了。单身吗？单身。你要不要招募一下新办的择偶条件？不用，我们招募新人就可以了。6万六个月，等你来临，为店争光。哒啦哒啦哒啦，棒！快迈向第12个年头，大学毕业后宪兵退伍，就从事人生的第一份正职的工作，就一直做到现在了，就一直做到现在，都离不开他，没有办法离开，爱上他。我的妈妈本身也是房仲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没办法进入警店，也是因为妈妈的关系，毅然决然要进入房仲业。我算是妈妈就是做房仲辛苦养大，所以我又抱着一点感恩的心情来回馈。你跟妈妈是同一间公司吗？同公司，因为我妈妈说自己的小孩不会带，在我前东家的老板很好，他先让我从业务助理做起，有点薪水。我转正之后，我印象中好像是三个月吧，那个时间点有点太久了。是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对，这样很快耶，你三个月成交，不见得是好事啦。很快成交，你很快赚到一些钱，好像就自以为很了不起，打头阵了。老天也很快给我一个很大的考验，因为现在我自己本身也在带新人，对，我都跟他讲，你未必要很快成交，对，前面的基本功你要做得非常的扎实是比较重要的。奖金很高，你可以为了你自己真的认真去打拼，它没有任何条件限制，我们跟任何人都可以交流，这样其实让消费者屋主方可以快速成交，因为是加盟店，各自要努力，那也因为这样有很好的经验，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学习。我们中信房屋的履约保证公司是中国信托，我们元喜团队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经验，而超过10位以上，包含有店长级跟千万级级的，行政上的经验还是业务上的技巧，都相当可以来教导新的后辈。我们也有给四度的顶薪因材施教啦，都会指派一个专属的师傅。但其他如果学长姐你觉得他很优秀，你想跟他学习也没有问题。其实你没有赚得到钱，老板你很紧张，刚好现在录这支影片的前几天有一个同事成交了，对，我想大老板全部都很开心，未来大家要一起加油，没问题，然后有任何心血欢迎投履历，投履历由蔡康桥直接手把手教学，你说什么？救命耶耶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元喜团队的日常，就是我们通常礼拜一跟礼拜五都会有一个早会时间，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去看屋。那其实呢，每一个团队的氛围都会有一点不一样，我觉得我们自己元喜团队就会有一点像一个大家庭，就是大家上班的时候各自奋斗，下班就一起玩。如果您对我们的公司有更多的兴趣，也欢迎各路好汉加入我们。一个人可以走很快，一个团队就可以走得比较久哦。拜拜。拉筋组的同仁很有肉哎，哇哇哇哇，绳子哇哇哇哇，真的是史上不好看的画面。